我才懒得给你解药，反正你爱来这一套。因为最初我收到的歌就是首先是因为识了火星电台，在2008年的时候经过周迅介绍朋友，他们真的很喜欢音乐的。我不知道他叫火星电台，其实我只是认识沈川那边黄少峰、黄少峰，他是 band 来的，就是玩 band 的。后来都是朋友，咁所以北京就會見下佢啊。佢有咩 show 咁又喂一齊睇啊嗰啲，結果都冇睇過，因為時間夾得唔好。但通常都係酒店房或者喺佢嗰個屋企，即係聽下歌啊。咁交往咗幾年之後，2013年，因為上一張國語碟係文豪嗰張啦，2011年出噶啦，跟住就。不如找他做喎，即係點？我覺得聽佢，即係聽完佢啲 demo， 佢有20幾隻歌拎咗嚟，就俾我，俾我睇，跟住我，俾我聽，跟住我覺得咦好聽喎啲歌，其實都啲詞已經有曬嘅，即係佢哋可能佢哋寫歌係有埋詞嘅。咁跟住我就覺得已經好有，已經差唔多做戲咁滯嘅，係要 fine tune 下啲編曲嘅，同埋有夾唔唱，因為其實係 Rise 嗰邊即係嗰陣未有 Rise 啊，即係係火星電台嗰邊令我覺得係咯，我從來冇揾過一個北京嘅監製，即係北京人嘅國語碟，我不嬲都係一啲即係都係台灣或者香港人做國語歌，咁係咯，試下揾下北京人啦，因為香港啲編曲不嬲都好似新潮過其他地方咁，即係我引以為傲咁，有少少哇，咦，原來北京人都有呢啲㗎。咁我就聽周迅嘅碟，覺得幾好喎、啊！即係原來都佢又有佢自己風，即係佢嗰啲 loop 啲聲揀得好有心。我話哇，今次你覺得有啲咩感受？佢哋都有話，可能係一次一個流行歌手同埋一啲叫做少數嘅北京非主流音樂嘅一個 crossover 嚟嘅。喺我嗰度呢啲音樂其實叫 pop。其實我不是考量市場，我是擔心唱片公司沒有錢賺，或者甚至要蝕錢，因為知道音樂唱片公司越來越難維持的，應該說不要說賺錢。所以我就想、不如五隻歌，另外五隻找一個叫做大家 commercial 一點的人，即是歌會大家容易接受啲嘅監製啦，咁後屘我哋揀咗 JJ， 佢啲歌好似就真係幾順，幾容易接受嘅。咁就攞咗佢呢個元素，就話不如揾 JJ 幫手。咁我相信佢係一個，即係佢後生仔嚟，所以佢應該係會好多衝勁。即係我睇到佢應該仲係好多好執著、好研究要，即係佢冇橫牙嘅，佢仲係覺得啊點樣可以再做好啲嗰種人。JJ 嗰邊就寫啲歌，佢自己逐隻寫嘅。第一隻 single 係 Eastern Ballad， 嗰隻就係烈酒和天堂，就係你睇到嘅就係 Especially Made for Me。咁個 melody 好林俊賢嘅，聽講，即係我唔知原來 JJ 嘅，只歌難唱嘅，原來佢嗰個。你唱就知噶，第二隻佢慢慢逐隻 send 過嚟啦。我 yes 咗之後，佢先至再去揾人填詞。咁佢揾咩人填詞，我亦都冇過問，即係好 free， 我不嬲都好 free hand 俾佢做，唔係好多意見，雖然係我自己嘅嘢，都冇改過歌詞。即係其實 JJ 佢自己本身已經都好嚴謹。他自己都溝通了，合作方式不同，但是這樣都挺好玩的，而且挺適合我爬門的性格，即如果十隻歌都是同一個人，可能沒那麼 interest。 所以你說 JJ 那邊的編曲呢，但是就聽他的，真的即達到了目的的。其實今次我錄完音十隻歌的歌詞我記得了，原來我發覺一件事，就是真的有些歌是我自己
好中意嗰啲咧，特別記得快。其實我覺得，不如咁講，on the good side 就係其實大陸有好多好嘅音樂，係一直都冇機會俾人知道嘅。咁，但係我即刻又諗到一個 better， 有啲人會覺得，喂，我要維護翻自己地區嘅音樂。你又俾咗好多個 quota 俾，好似個趨勢全部聽達，咁你不如話韓國咁係咪先？咁個個都聽韓國㗎啦，啲講啲 even 我有一半本地人仲聽啊。我覺得韓國啲唔止淨係得嗰啲即係 pump it up 嗰啲勁跳舞音樂嗰啲嘢嘅，或者淨係嗰啲電影主題曲好煽情嗰啲，我都有聽，但係原來都有多嘢聽喎。其實我覺得音樂差唔多嘅啫，其實你睇你聽係嗰、那個。佢個 vocalist 嗰把聲嘅質地係咪好吸引啦？好係好特別啦！即係你忽然間外國大嘅 Amy Winehouse 出嚟嗰陣時，覺得哇，一個好瘦、對個頭髮好大嚿嘅一個女歌手，佢把聲係一個黑人咁樣嘅，厚咁，哇！你會覺得呢只係呢個 Tina Turner 把聲嚟咁嘅，應該係一個咁嘅人嘅身上。咁我呢個咪 interest， 其實呢樣咪帶俾大家衝擊咯。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